啊，第三集。行，那再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！挂起来了，摇起来了，蒙兰。太多了，时间不一样。摇起来了。看线上，从架子上下来了，又是上到了吊篮那个位置，又是上到了吊篮的位置啊！欢迎大家来到阿三的不见大家，如果喜欢芒兰，喜欢熊猫，喜欢主播的话，可以给阿三点点关注，关注阿三，我们周一到周日，也就是每天都会来直播芒兰，直播熊猫。大家如果想天天看到芒兰，天天看到熊猫的话，一定给阿三点好关注了，没点关注的帮阿三点点关注啊。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可以每人帮阿三上一颗小心心啊！大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可以每人帮阿三上一颗小心心，给阿三做一个留榜数据，我们留个榜，占个榜啊！不用多，一颗就够啊，一颗就够啊！感谢大家的支持了，大家留个榜，占个榜啊，留个榜，占个榜。一颗小心心就够啊，一颗小心心就够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，感谢。标记了一下，标记了一下啊。感谢大哥的热气球，感谢大哥的支持，感谢大哥的热气球啊，感谢，感谢支持。小木兰坐在这儿了。大家不用催阿三上杯劲了啊，我们目前就是这样看啊，目前就是先这样看啊。因为大背劲跟不上更晃，找不到猫更着急啊。现在蒙兰运动的时候能看到运动状态的蒙兰的画面就可以了啊。现在就不看那么不好意思啊。能看到运动状态的蒙兰动起来就已经可以了啊。你蒙兰这么动，我拿大背劲怎么跟呀？我说我跟第一排还能跟啊，我这跟后头前头全都是人，我连蒙兰在哪儿我都看不到，大背劲看不了的。我冷着呀。这地儿妈的更看不到了。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看不看？不看我就拦着。看也不看着吧。不是挤不进去，哦，蒙兰咩咩叫了，蒙兰咩咩叫了。别说话，低点啊，保持安静。听到我，听到你叫我吗？听到咩咩叫吗？能听到咩咩叫吗？又继续跑起来了，跑到后面去了。我说别说了，你看他昨天是咩咩叫的。又去找鸡奶爸去了。看一下小熊要往洞口进去了，哎，等会儿还剩个尾，进去了，哎呦，转头真快呀，蒙兰，那尾巴刚进去，头就出来了，我天，转的真快，转的真快啊，那尾巴刚进去，头就出来的，你这怎么做到的？趴在那块了，趴在那块了，是干嘛？要拉青团吗？怎么趴在那块了？学习呀！又跑起来了啊！又跑起来了啊！来，往后来，来闪个道，来当直播的往后闪一闪。看看啊，继续的在满场跑，继续在满场跑，又是去找鸡奶爸。哎，鸡奶爸还在吗？咬草呢，咬了一截草。咬了一截草，咬着那叉子呢，剔牙吗？这是要？咬了一截这个树枝下来啊。
你瞧瞧，还嚼呢，还咬呢。还嚼呢，还咬呢，啊！感谢大哥的大明星，感谢大哥的支持，感谢大哥的大明星，感谢。哎呦，哎呀，咬着那个，咬着这个。哎，从这底下钻过去了，王兰。往哪边走？往左走，往右走，王兰，跟着卡视野呢。啊，跟着卡视野呢吗，王兰？我可往过走了，我可找你去了啊。我可找你去了，王兰，你跟着卡视野呢。那卡视野呢，王兰啊！哎呦呵，这边这玻璃可是够脏的啊，也是全都是手印的呀。之前王兰老跟这边贴贴啊，全都是手印，都摸花了。你们瞅瞅吧，这不是这个王兰的手印啊，这是人的手印啊。哎呦，你们瞅这边这手印的啊。蒙兰跟老跟这边贴贴啊，蒙兰老跟这边贴贴，这玻璃上这手印子，大家都想感觉要摸着蒙兰似的啊，那小手都上去了，这手印子太多了。感谢小熊哥的左上角啊，感谢小熊哥的左上角啊，说的有点晚了，感谢小熊哥的支持，感谢。上午的话，我们在第二运馆、奥运馆啊，时间比较多，大家要看。往回走了，往回走了，是不是？回去了啊？是不是要回去了？哎，回去了，看见个小屁股进去了。看见了个小屁股进去了啊！